我愿意干，你好，都是来找我，跟我联系，再给你们安排，啊，好的，老师，谢谢啊，哎，先这么样，今天，好，好，甭说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哎，给我松手，松手，我是队长，我分配啊，来，给你一百，来，给你一百，你一百，来，你一百，然后剩下这些钱呢，我们就当补贴家用了，怎么样？你想吗？你，我。我真拿出来，你先拿出来，快点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发飙了！你发飙，发飙了！哇！赵飞，你住这儿啊？哎呀，工地临时安排。你会洗手啊？哇，你看你脸脏的，啊，脸不脏啊？啊！ 钱，哇，这300块钱，我回家之后要用相框裱起来挂在床头。至于吗？才300块钱，这意义不一样啊！这300块钱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，这可是哥几个用血汗搬钢筋换来的。那可不是嘛！当代社会正是需要这种复合型人才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说的不就是哥几个吗？对，我们就是人才。嗯。 所以我觉得，云飞，你白天说的那句话特别对。哎，那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哎呀，把琴声，什么？大人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嗯。哒哒。哎，亲爱的，要不咱放假出去玩去吧？好啊。子慧，你去不去？对啊，子慧。啊？你怎么了？吃饭吧你。啊，我没事啊。哎呀，我没那么脆弱，很强大。哎，要不咱们 K歌去吧，真的太好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唱歌了。哇！你怎么一听唱歌你就这么兴奋？哪有啊，这不是你提出来的吗？哎，一会儿咱们去哪儿唱歌？去，哎，麦乐迪。哎，那个，你们去吧，我这还有点事儿。干嘛呀？你又脱离组织，一起去吗？一起去。我们那男朋友要来了，你们要当电灯泡啊？ 黄导，可以开始了吗？不着急，你条件很好，应该知道。 这一行不是条件好就能出来的，每年专科院校毕业的学生数以万计，真正能出来的没几个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我还有几部戏啊，主角没定。如果你愿意，嘿嘿嘿，走开。 Thank you.
老板，我们小雨来了。来来来，坐这儿。我们小雨可不会喝酒，您可不要欺负他哦，老板。来这儿哪有不喝酒的啊？走走走，美女过来。你几位好吗？美女啊，来喝杯酒。真给面子，就喝这么点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真不能喝酒。玩我，当我是傻逼，来这儿不喝酒去？要不脱，要不喝酒，自己选。十二桌，两杯长岛冰茶。好，接着喝。再倒上，老板。没事吧你？装什么清纯啊？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等着。没事了啊，你们走吧。没事了啊，你们走吧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小雨，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？
送你上班那个男人没来接你吗？你还说王叔叔吗？我送你回家吧。来，子慧，把奶喝了。哦，谢谢你，小雨姐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喂，刘老师啊。你忘了接孩子吗？你赶紧过来。哦，嗯，老师，我在路上，马上就到啊。哎呀，慢点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小雨姐，我需要有点急事，我得赶紧走了啊。哎。注意安嘈杂的街头，心有丝丝的伤口，寻找属于我的影子，却抓不到奇迹的手。因为你不再疲惫，心酸也变得很美，我们一起走到尽头，一起拼搏，一醉方休，想呼唤天空，想呼唤落日的街头，青春可以不走，可以倒流，我知道你就在我身后，想呼唤明天，想呼唤遥远的闪电，青春展开翅膀自由飞翔，我知道你就在我身后，不会远走。街头，心有丝丝的伤口，寻找属于我的影子，却抓不到奇迹的手。因为你不再疲惫，心酸也变得很美，我们一起走到尽头，
一起拼搏，一醉方休，想呼唤天空，想呼唤落日的街头，青春可以不走，可以倒流，我知道你就在我身后。展开翅膀，自由飞翔，直到你就在我身后，不会感动。想呼唤天空，想呼唤落日的尽头，青春可以不走，可以倒流，我知道你就在我身后。想呼唤明天，想呼唤遥远的闪电，青春展开翅膀，直到你就在我身后，不会远走。